Pero...他说待会结束了。
老婆吗？啊，有老婆吗？没有。你看我过客可以，上班车走下山坡，任何的口头谁到？啊，他才会介入大漩涡，然后又很多左手部分连接到这个。还有上坡的电梯啊，也增加掉一些。哈哈，感觉很神奇。目标飞上来，就飞回到最开始，不用飞到很远。然后这种空投给你。手机呢？我们，因为我们少。